吉安乡好客艺术村今年第一档期特别邀请到社区大学推出的师生手机摄影展，60多幅的作品，从自然风景到人文记录，有抽象艺术，也有日常生活，风格非常的多元。而这些作品呢，都是用手机随机取景拍摄，经过编辑和后制处理，非常的精美。乡长游淑珍欢迎大家到吉安来感受深厚的艺文气息。吉安好客艺术村已经成为地方重点艺文推广中心。113年1月份特别推出了社区大学师生手机摄影展，要让民众感受到不一样的艺术氛围，也鼓励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拥有艺术创作能量。生活即艺术，艺术就在生活中，手机也可以带来生活的一个素养跟我们的文萃。带着手机每天24小时走到哪拍到哪，所以这次结合了社区大学，为我们带来113年1月份的这样的新年特展，由我们社区大学的师生共同来做出联展，希望大家把握时间来到吉安好客艺术村，享受不一样的手机的一个艺文跟艺术，相信大家都做得到。您愿意一起跟我们来加入生活手机拍照美好，留存记录跟我们的幸福快乐在我们的生活日常中吗？欢迎来到吉安好客艺术村。纯粹的美丽社区大学师生手机摄影联展是由花莲县社区大学的老师简嘉信和学生陈国民、蔡秀生、彭玉莲等4个人展出了60多件作品，从自然风景到人文记录，从抽象艺术到日常生活，风格非常的丰富。这些作品都是用手机随机取景拍摄，再经过编辑和后制处理，充分展现了艺术量能。欢迎民众可以前往好客艺术村来参观欣赏。记者刘慧吉安乡报道。